的 Mania， 我们可以来到这个经典台菜青青餐厅。那我们有机会可以跟阿巴斯能合作，我们来尝试一下意式咖啡跟经典台菜能够有什么样的融合。台湾为人加一个西方的咖啡，还跟那么好吃。我讲的没犯罪了，等一下大家国药墙上的时候，桌上还有两个咖啡是他们特写，奥地利最棒的，但是在厨房已经有加了十公克，大家吃看，真的非常非常的棒。所以说在成立34年过程中，不断的提供顶级的咖啡给到我们客户嘛。那我们客户也包含了国内知名的星级的饭店以及精致的餐厅。在面对接下来的生意拓展过程中， Espresso 能成为你们最好的生意伙伴，然后跟大家一起提供给客户更好的餐饮体验。